因为在座我们的前两任会长啊，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水彩画会的干部，还有我们从南部中南部赶来的画会友，那个今天我们来的部长来帮我们讲话啊，我也知道，因为研究生他就是写这个绘画在监狱里面怎么样教化这些受刑人的那个论文，他叫陈敏生，因为我想用艺术来感召这些受刑人，我觉得效果并不很好，因为他的论文我知道过程中发现那个受刑人的画作真的是相当的可惜，他都患了冠心病进了牢里面，所以很可惜有一些人才啊，世上都可以栽培。那关于我们今天这个展览活动啊，进入我们的主题哈，我们这个画会今年算是第43年，那今年从去年开始是向内政府申请立案的全国性的水彩画团体，所以现在是算是身份证啊。以前我们觉得说啊，大家好玩，开会啊，齐心合起来展览，在办展览。那现在我们等于向内政府拿了一个身份证，他才说你们申请补助，我们会考虑。所以过去没有身份证很麻烦。那目前我们很感谢，除了那个政府机关给我们的补助以外，我们感谢一位台南郭宗伦医院的院长郭宗正院长，他去年给我们5万，今年又给我们5万，所以刚才黄进龙院长说我们缺钱又缺场地，现在重重剂量让我们展览，我们有场地了，希望每年都让我们展，刚刚不可能啊。这个场地啊，在我看过的展览里面，算是最大的一个啊。当然还有中港，像是中港文化艺文中心嘛，那个地方也是蛮大。但是我们这个都会区有这样的规模，大概很难再找到了。所以这一次的布置啊，从早上9点开始布置到晚上12点，那个动用了大概他们。我们花包给山水公司来布置，花了一整天以外，我们自己的干部在这边帮忙也有7、8位，所以那一天布置下来发现哇，总共我们会有227件作，加上比赛的88件作，这个布置下来单单从头检查一次啊，我觉得脚都好酸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规模实在说的相当惊人，很多来看过以后说，这样的场地怎么有这么多作品塞满啊？这个当然很感谢我们会员，大家很踊跃的送作品来。其实我们会真的是国门国钥，90位会员，除了2位80岁以上他没办法送作品以外，几乎都送到。我参加很多画会，有的画会能送展的作品还不到半数，那我们画会95%以上都是动手。空中有重作品，而且会很少没交的，除了少数要吹一下，大部分都交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画会那个活动力非常强，所以我觉得说我带这个会啊，我觉得很荣幸啊，就是说会员这么配啊，会员这么配。那今年因为我们要扩大成立为那个全国性团体，我们招募新会员，一下子就暴增了，本来我们就有60几位。一下暴增到90位，最近又收到几位要参加，说我们好像太满了，已经台湾找不到场地可以让我们站。好，我们这个赖武雄会长，前会长还打电话说不能再收了，已经没地方可以站。所以我们也是很为难，因为陆续都有人来问，说想要申请加入我们这个会，但事实上目前有点困难，是有点困难。当然，也许。我们这个新陈代谢还是有机会啊，不是没有，就像我们人有退休嘛，没有补新进人员，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欢迎，我们期待大高手都来啊。当然，艺术并不是都给那些高手玩啊，我觉得有兴趣的都应该可以来试试看，好吧？那我想我
今天啦、啊，因为活动很多，我们现在是还有会跟大会，然后下午结束研讨会，所以啊，中间我们还有餐会，所以我想很多活动啊，我们会做各位大家要记得要坚持到今天的最后一分钟，我们到四点才结束啊，所以一定要麻烦各位啊，大家一起来慢慢的欣赏梅县作品啊，我想。你看的作品应该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自己看的不知道几次了，都还不嫌晚。因为我们的魏延真的是画得很精彩，很多人都问我说奇怪，您这水准这么高，说水准是大家这个大家一直怎么讲，以及切磋一直创作啊所塑造出来的成果。所以我在师大教书，教的今年是。在师大是27年，事实上我从小学教书，今年刚好满42年。去年这个总统召见已经颁了奖状，所以可是我还是没有会，还没会，大家都在等你一个奖状，还不会啊，那心都很快了啊。所以我想今天啊，我在这边服务啊，这一阵我还有2年时间要好好努力，但是还是要各位帮忙啊。那谢谢部长来鼓励我。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感召的力量啊，可以影响到建立，这个是不容易啊。华务部的联工也可以报告看，不是只有建立那边的啊。因为华务部，我像我认识那个谢武定，是那时候他是吴彦昌太太的总代的董事，所以他还买了华务印象还有钱啊。所以我想。这个艺术啊，真的是无所不在啊！我想大家继续努力。那我现在请我们，我们行程没有安排，我们再请郭院长来帮我们讲讲话吧。